吃饱了吗？啊，你抢行吧？你抢他的台词干嘛？好冰冷啊！开始。把那些汤都吃喝掉了吗？喝了。菜呢？吃了。土豆都吃光了。吃的一干二净。就差把碗带走了。啊、那个碗真好看，在扣头上的碗，扣头上。当帽子。那个我们朝鲜有一种风俗，就是过生日或者是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最后只是必须得吃这个冷面。在宴桌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冷面，在过生日的时候吃的冷面呢叫做长寿面，因为那个面条又长又细有韧性，所以人们认为吃了这个冷面可以年年长寿。然后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不是请朋友家里人都一起吃，一起吃顿饭，然后给他们最后的指示就是也就是冷面。所以一般我们像年轻人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一般都讲你们什么时候吃冷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意思。你什么时候吃冷面？你俩什么时候吃冷面？我再过两三年左右。你呢？前面的那位帅哥。我正在考虑。可以吃冷面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过来吃我的冷面。好的，好，一定要过来吃。好的，可以吃两碗的啊、哦。可以的，哎呀，20万都可以，20万结。20万。你们结婚会挑日子吗？当然会呀、啊。就是挑日子的话，就特别挑那个天气好的日子。没有别的意思，没有日期，没有8月8号啊，没有521啊，那会通常去哪里？在我们朝鲜没有这种迷信啊、通常会去哪里摆宴席？例如御留馆这种会去吗？也有很多的那些好大一点的餐厅吗？有没有收红包这种习惯？对，会送红包吗？也可以送红包，也可以送礼物。有没有伴娘的说法？有啊，伴娘伴娘都有、都有、都有的。在爱岛，在爱岛上，爱岛上，对。爱岛不是恋爱的爱，就是爱叶的爱。是不是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网络的那个电脑的？对呀、啊，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网吧。我们可以去吗？这个不是网吧，我们可以去吗？这不是网吧，是什么？就是综合性的电子图书馆吧。电子图书馆也可以说是，普及科学技术的基地。就是大家想学电脑，家里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这个爱岛上啊。比如说，昨天的那个人民大学系统，那个是，相当于中国的国立图书馆，那边大部分都是那个书面上的，现在这边是都是电子化上的，大部分是电子文件，厉害吧？明白了。那这样子的话，是所有的人免费开放，对居民免费开放，就随时可以就上班时间去查阅资料、学习东西。那现在这个刚建的时候有个欧洲人把这个拍下来，然后在网上播上去，让人们猜猜，那个网友们猜猜这是哪里打活的建筑物，结果一个都没猜到朝鲜的。这个从上面俯览看很好看的云兽的样子。但是就是因为现在不允许无人机飞，所以没办法看到从上面的那个。但是你们是看过图片的。看过图片的，你们有机会在那个杂志或者这些可以看到那个。可以找得到。那它面积有多大？这个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这儿。因为我们朝鲜，1945年被沦为，1945年就分割成北南两地，然后已经过了70多年，所以。1945年，分割成两地之后呢，因为南朝鲜他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我们这边就设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个思想和制度的差异越来越大了。如果我们两国要是想实现祖国统一的话，必须得解决就是思想和制度差异的问题。但是我们金主席在世的时候，在1980年10月，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成立方案。其内容呢？
呢，就是北方和南方互相承认和容忍对方存在的不同的思想和制度的差异下，北南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联邦国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而且当时金日成主席讲到说，实现统一之后要把国号要定为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这意思就是高丽呢，就是在我们朝鲜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统一国家，也就是封建王朝。这高丽王朝是于1918年建立的封建国家，1936年就实现了国土统一，就是在我们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国家。所以我们朝鲜人民非常重视这高丽王朝的存在。当时金主席就从继承我们朝鲜民主的第一个统一国家的意义出发，之后我们朝鲜族实现国土统一之后，要把国号定为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而且当时金日成主席还教导说，祖国统一必须在我们朝鲜人民民族大团结的力量，没有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以自主的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金主席提出的祖国统一三大宪章、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成立方案和全民族大团结十大纲领，就是祖国统一的三大宪章。如今就成为了我们朝鲜人民在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必须要高举的一种不灭的旗帜。因为我们明天会参观那个板门店嘛，板门店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我方和美方之间进行停战谈判的地方。国建书是吗？还想带回去？国建就是狗啊，哦，我家的就那个那样，全都那个。哦，南北各一个。哎，就你还这个地方还有射击项目什么之类的？这是表演是吧？啊！这里，哎，我们现在是往开城的路上，有一个景点叫中方山，就是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去看一下。然后刚才比较有意思的是，接近中方山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它也有这种景点的一些周边盈利项目了，例如拍照，还有就是旁边有射击，射击，对，往前一点还有这样子可以射击的，勇士不忘杯，这是水吧？勇士不忘杯，金城夜，哎，怎么是中文？城夜，朝鲜王朝都是不忘杯。哦，金下面两个字我是看不见。金宫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勇士不忘杯。这是什么？小金这是什么？动物保护区。就是分别有什么样的动物是吧？动物分布图刚才有。哦。野兔子也算其中之一，就是农民起义的一个头领。嗯，啊，他当时靠这边跟那个政府军打仗的。嗯，以前很久以前的。嗯，十八世纪吧。嗯，那个时候的。这位现在是公园了。这里公园，那是给小鸟住的吗？还搭了小房。然后，我这样放可以下了。这个不属于平，这属于哪个市？还是说属于？黄海北道、啊、道就是相当于省了，是啊，然后没有比它更小的行政单位，说是有更小的，属于哪个市这个行政单位啊？哦，问你这是属于哪个市？这不属于任何市、啊、是吧？不是，这周边是哪个市？周边是哪个市？这周边最近的是沙里院吧？沙里院市、啊，沙里院是一个市哈，这可以说平壤啊，沙里院是黄海北道的道府。哦，道府啊，这可以说是那个中间地带。哦，正凤山城是在军事上，连接朝鲜西边和北边的一个必经之路。哦，就这个地方。啊。所以以前啊，高丽时期在这边建设一个那个。正方山城，专门居住军队的，看守这里。因为从北边要向平壤来的话，必经要过这里。
哦，收钱收钱。一万，十块。然后你要拍照，三寸金，三寸金，哎，你们是学的那么像，就学了网的呀。应该是只要你穿上，你真的是抱着一万的心。你来拍下他的照片。屋里吹狗耶，穷养耶，全国领导张同志的拍手。我操，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要拍我？要不？最后再来一句，差不多，差不多，四比的，就这个，不要，这个我没有穿过服装吗？说的什么内容？没有，就是学一个那个，觉得很像他们那个一个朝鲜的一个主播的那个口气吧，嗯，哦，男士，然后就学了玩的。一个一人放这买，这是什么？跟我走，两班的去，两班给，跟穿山甲一样。你要两班的那种卢浮，就是传统啊，对。这完了。这是地板垫。其实你应该穿女生的，应该穿女生的才好玩，穿女生的才好玩。哦，这是哎，你可以穿个女生的吗？肯定不可以啊。可以啊，不可以。穿女生的才好玩呀。张春姬，你应该穿个女生的，然后再播放。要粉红的，要粉红的。对，你要穿成粉红色。有啊，这边有粉红的。我应该穿那个去表演一下，这边才好玩啊。我帮你化妆。你问他一下，他其实他可以拍照。那怎么样把照片给到那个？没有，你们自己拍啊。一个他也有相机啊。一个相机몇분내려나옵니까？真是五分钟就洗出来。哦，在这里洗吗？他是拍立得。好像在别的在这怎么洗啊？在别的地方洗吧。哎，这个是两班的那个衣服，两班。那他洗照片要多少？这不还是个兵吗？瘦，你不瘦？我这是瘦是不是？哦，还有这个变成瘦中正气，瘦一。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眼睛摘了，我完全看不到，没有气，不行，我有个疤，还有个剑呢。怎么拿个刀？这怎么摆？这怎么告诉我？这个腿，不要拍了我腿。你不要拍我腿。不是，刀要扛在肩膀上。济公复活吗？对，济公。刀要扛在肩膀。这样啊？一看是探子。要有点气势。哦，这样。对，气势出来了。春季你克制点，春季小伙没见过，春季每次在播报就看他。哦，他是含照片的，嗯。菲菲，你要不要也拍一张？虽然这个衣服看上去稍微有点陈旧。谢谢你的。啊，给我多拍两张，给我多拍两张。不够霸气，不够霸气。有肉可吃，脚再抬起来。哎，你还是一个瘦子，真的，你是长寿。拍完了吗？哎，这样，对，这是这样，不要不要不要。哎，这里看他这个其实是关的。嗯，是，他穿出了他穿上了土匪的样子，管家就根本不行。所以你是不是在这个照片要洗出来的吗？还是直接走啊？我不知道呀。你又说不穿，你要穿女生的才好玩呀。我给了他，你要穿女生的才好玩呀。你给了吗？已经给了，那就要洗出来。那就要洗出来。他要洗照片，哎，你为什么不穿女生的才好玩呀？这是不允许。这是朝鲜姑娘来这里玩吗？是吧？嗯。朝鲜姑娘。不要。默默无闻的照。拍照。这边的姑娘们来了新一轮的。拍照 cosplay 扮演，拍照然后带衣服然后自拍，跟中国姑娘一样，挡住镜头了，你挡住镜头了。没有，他应该拿到旁边去洗去了。多么英武的姿势，是不是？防疫室。嗯嗯。哎，给弄得还挺好。高狗里的。下面还用草把鞋挡住了。防疫室。对，还帮你挡了鞋。啊。还过了一个风。
工，对啊，很认真。这多少钱？十块钱？十块不到，一万。